让我让闺蜜以为时间轮回。怎么样？现在去夜宵了，11:30。记忆点一，怎么差那么近啊？记忆点二，什么？靠，烫死！记忆点三，冰的。记忆点四 ，later。豆娘，起来吃夜宵了。起来吃夜宵了？怎么可能啊？刚吃好吧，我刚点的。怎么扎那么紧啊？哎，你在我梦里也说这句话来着，搞笑呢。真的，我感觉跟真的一样。确实是真的。你说我咋不梦到一些升官发财的东西呢？异想天开。哦靠，烫死了！嘿，哦，我靠！你在我梦里，我水滴里来着，真的一模一样。你都是有预知未来能力啊？你跟我这搞笑呢？真的，我没有骗你。而且有的人他真的会有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，可能是我最近压力大了，但是真的。对，可能真的是你压力大了，你想太多了，姐妹。多吃点好吧。要哮喘了是吗？来，再吃个更辣的。真的。好撑啊，吃不下给你。要把这收拾一下啊，动不了。感觉跟吃了两顿饭一样。确实吃了两顿。你不睡啊？睡不着啊。哎，你双十一准备买啥？给我参考。走，你用这个开菠萝 APP， 上面有双十一全网好物的种草和预约购买。你不知道买什么，看看它的热门好货榜，并且买准没错。这里面不仅有详细的双十一购买攻略，还能提醒你到点抢超级红包呢。哎，不看看，今天我不想当，还比愿意零元购哎。不错不错，哎，我来调调看，这也不错嘛。Later。豆娘，起来吃夜宵了。What？ 什么情况？不是，刚刚不是发生过一样，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。你还吃不吃啊？不是，吃什么呀？我吃两遍了，你记不得了？吃什么两遍？我刚拿回来的外卖。一点印象都没有。你拿那个外卖进来，你打不开它，你说很烫，我给你递个水，记不得了？两次。演，继续演。不是，我演什么呀？我说真的。一点印象都没有，有什么印象？啊！你可是记不得了，我先吹。天真。